以后背心战神恐怕要销声匿迹了，原因竟是被平台低俗警告了。不能穿背心了啊，被警告了，兄弟们。提示的原因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是说穿着引起他人欲，好家伙，真属实，是有点逆天了。可惜了，鱼哥珍藏的七彩小背心啊，空调不舍得开就算了，现在背心都不能穿了。之前鱼哥穿背心直播两年半也没问题啊。那是我之前不会，奇怪，管得更严了吗？还是说？ 鲨鱼也不去纠结这么多了，私下穿穿还是可以的，或者寄给女粉。反正就这样，就这么回事。经过两天半的比赛，鲨鱼又回到冲战神时间。为了提前了解队友的实力，居然还特意搞了个小窗口查战绩。查一下妹妹数据。不是看不起队友，而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王牌五星。 3500淘汰分还可以啊，一个猪脸。如今可以实时查队友战绩，随时改变打法策略，能攻能刚。现在鱼哥可以实时查战绩了，好吧？队友是什么水平，尽收我的眼底。你们觉得这样能提高队局胜率吗？再次查询其他队友，没想到还挺有实力。这一号10星，哎呦，有点小实力哦，可以哦，一号有点小实力哦。4000多淘汰分已经超越大部分人了。 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能有4000多淘汰分已经算很顶级的。只剩一个4号没查战绩，弹幕纷纷为难鲨鱼查，但这名字有人能打出来吗？4号查不了，太复杂了。这也就是为啥鲨鱼要搞这么难的名字，就是为了让观众和粉丝不容易查到骚扰自己。在 N 港搜了2分半，终于拿到MC1000。有看到8倍吗？没有看到啊。 好家伙，这声音属实甜。鲨鱼情不自禁笑了起来，顿时有种想恋爱的感觉。妹子终于再次开麦说话：“你们捡到信号枪了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好家伙，干啥啥不行。”撩妹最积极。妹子再次询问其他队友：“4号，你捡到信号枪了吗？”“4号，没有。”“对呀，这……”妹子有点奇怪，为啥还没信号枪刷新？5点钟就开始有信号枪了呀。只能说是运气不佳，好吧？运气不好吧。 4号居然还给妹子，让坤哥。和你们还有个人机，你要打吗？要。要给我吗？鲨鱼居然打起了歪脑筋，看到水里的坤哥鲨鱼，差点就想抢了。对，给妹妹吧。给我过来了。给妹妹，给妹妹。这要是都抢，那简直太出生了。鲨鱼还是找信号枪讨好妹妹吧。没想到看错了。哎，信号枪这不来了吗，妹子？我先捡起来，交给妹妹啊。 一把怎么够？必须更多。弄个散热器。我又一把，我。这要是真给这俩破烂给妹妹，那必定受到鄙夷的眼神。信号枪不要了，不想奖励给队友了。比起讨好妹子4号，还是比自己在行，居然把自己3级头给妹子。只有3级头，你过来拿。棒吧棒吧，我刚刚都没有3级头。鲨鱼确定已经肯定刚刚位置搜干净了，压根没有3级头。我刚才位置我搜的干干净净，没有3级头。 他把他自己的给妹妹，这就叫做撩妹实力。恶意晋升。洛伞想找妹子集合，但太监再次报信暴露身份。我的人私聊我。8号是鲨鱼。为了防止太监再次通风报信，鲨鱼再次把自己的主播特权打开了。我让你们私信。但关闭后，自己也面临问题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子的话我就查不了战绩了。查队友战绩和这个不可兼得。 这也是吧，狗不开心又烦得很，那怎么办啊？鲨鱼还是选择打开队友信息，毕竟查队友战绩对自己还是有点用的。时间来到决赛圈环节，鲨鱼骑马到处观察，发现前面防区有车，必须制裁一波。哎，没想到自己刚想卸胎，就冒出一个敌人，鲨鱼吊着枪口，但接下来属实水的一批，应该不会来人。 一枪没中，开始甩锅给队友。队友一说话我就打不好，我必须要在绝对安静的条件下，鱼哥才能正常发挥。打草惊蛇，敌人肯定不会再出来了，帮敌人击泥太美也是极好的。做好事无需留名，掉头就跑。没过2分半，场上只剩十几人，鲨鱼选择拉一手反斜坡，前面烟里有人必定能偷袭一波。队友没说话，自己压枪稳多了。 果然，妹子只会影响自己出枪的速度。谁吸我枪法的？刚刚那枪法，各位用脚都不至于。刚谁吸我枪法的？还没把敌人连打带补，已经有队友支援。鲨鱼这个位置肯定没法补人头了，起码拉枪线必不可少。把枪线拉开吧。哇，这个位置好。
前面刚好还有石头，鲨鱼下马掐雷，但敌人好像也注意到自己，只能转移点位保命。队友被击倒，鲨鱼拉枪线架枪，利用树当掩体，轻松拿捏敌人。这装你妈！木乃伊必须连打带补，像狗一样死去。是这条跟狗一样死吗？可惜队友还是嘎了，只剩最后几个敌人。鲨鱼在拉枪线架枪，但打击无果。妹子被敌人击倒，紧接着一号也没能顶住压力，鲨鱼只能自保了。骑射拿下树后敌人，鲨鱼大惨躲到树后，这把想吃鸡难度杠杠的。打完状态立马冒险补充自救器。哦，我没烟了。敌人锁定鲨鱼位置，要拉枪线，鲨鱼疯狂穿烟，尝试打开突破口，只剩最后的一打一，鲨鱼穿烟无果，只能骑马猛攻。没想到自己刚骑马冲对面也开车行动，鲨鱼再次水枪，高打低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可意外发生。这波属实人机了，像狗一样死去。奇耻大辱，桌子大残。这波还是自己太急了，本来稳机。你可急了！没想到最后 MVP 居然还不是自己。这 MVP 给妹妹，不给我，给妹妹，真是要倒闭了，和平精英啊！